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报告事项第二十二案，请宣读。第二十二案，本院亲民党党团凝聚，戒严时期人民送审权利恢复条例第四条及第四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二十二案，由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二十二案点名表决，出席一百零二人，赞成三十三人，反对六十九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第二十二案的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啊？不是，刚表决而已，还没有重复表决，这个都刚表决，还没有到重复表决。报告事项二十二案表决结果：出席一百零二人，赞成三十四人，反对六十八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那么，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第二十二案的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报事项22案，从无表决，出席104人，赞成34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23案，请宣读。第23案，本院委员吴启明等16人拟具替代役实施条例第4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并请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报事项第23案，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要委员文字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陈委员雪山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报事项23案点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3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23案，报事项第23案的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会委员冯泰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事项23案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4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报告事项第二十三案，重复表决，出席一百零三人，赞成三十四人，反对六十九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进行第二十四案，请宣读。第二十四案，本院委员吴晴明等十六人拟具《地方税法通则》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内政两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二十四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好，那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点名表决，出席一百人，赞成三十一人，反对六十九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好，来等一下啊。那我们现在进行第二十四案，报告事项二十四案的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陈委员超明、严委员宽恒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报告事项二十四案表决结果：出席一百零二人，赞成三十三人，反对六十九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第二十四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报四项二十四案重复表决，出席一百零二人，赞成三十三人，反对六十九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我们处理第二十五案，请宣读。第二十五案，本院委由美女的三十四人拟具《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增订第十七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二十五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好，那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二十五案，点名表决，出席一百零二人，赞成三十三人，反对六十九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针对报告事项第二十五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二十五案表决结果，出席一百零一人，赞成三十三人，反对六十八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的意见通过。现在有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陈委员庭辉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事项二十五案重复表决，出席一百零二人，赞成三十三人，反对六十九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进行第二十六案，请宣读。第二十六案，本院委员由美女人三十三人拟具国家人权委员会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报事项第二十六案，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好，有异。本案作如下决定：退回啊，那我们就进行表决啊。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二十六案点名表决，出席一百零二人，赞成三十三人，反对六十九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第二十六案的表决。报告事项第二十六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二十六案表决结果：出席一百零二人，赞成三十三人，反对六十九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现在我们进行报告事项第二十六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刘委员四方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报事项26案重复表决，出席100人，赞成31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我们处理第27案，请宣读。第27案，本院委员游美女等34人拟具国家人权委员会职权刑事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报事项第27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事项27案，进行点名表决，出席100人，赞成31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27案的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张委员立善、吕委员玉林声明，对刚才表决以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告27案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3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有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第27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报告事项第二十七案重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3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我们继续处理报告事项第二十八案，请宣读。第二十八案，本院委员许友明等16人拟具《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法》第一条及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二十八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二十八案，点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3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二十八案的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二十八案的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3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由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报告事项第二十八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报告事项第二十八案，重复表决，出席一百零一人，赞成三十二人，反对六十九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那么报告委员会，现在时间为下午四时五十五分，原定下午五时处理临时提案，现有时代力量党团、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分别提议延长开会时间，我们要进行处理。那么早上有一个我们的党团的协商，那么党团有一个共同的声明，我们现在要跟院会来做宣读。立法院朝野党团对于南海仲裁案之共同声明，本院亲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建议南海仲裁案严重损及我国主权领土完整权利，危及南海区域和平，本院各党团发表共同声明如下：中华民国最高民意机关立法院，据诸事实法理，仅依我国之领土主权，以国民授权，做成向国际声明之国会决议如下：一、无论就历史、地理及国际法而言，南海诸岛及其周遭海域属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及海域。中华民国对南海诸岛及其周遭海域享有国际法上之权利。任何国家无论以任何理由或方式予以主张、占据或任何国际仲裁之片面决定，中华民国一概不予承认。二、南海诸岛中有关太平岛，中华民国已持续实质占有、有效统治超过半世纪，从未间断。岛上诸般民生、行政及军事建设备具，2008年及2016年，我国家元首陈水扁总统及马英九总统均亲往太平岛视察驻守人员及岛屿建设，确定我国主权占有事实。有关太平岛等南海诸岛主权归属，如前所述，向由中华民国政府不间断实质占有、有效统治，代无异议，皆非任何其他国家或任何国际仲裁所能挑战或改变。有关上述，第三，有关上述，我国拥有之南海诸岛，包括太平岛之主权，中华民国政府从过去到现在，将持续进行对外及对内两方面之主权维护行动。对外方面，中华民国政府将持续积极向国际社会及相关组织宣达我国南海诸岛主权相关文件、太平岛岛屿地位要件以其享有海洋权利之证明，以及我国实质占有、有效统治太平岛等南海诸岛事实证据，争取我国应有之法理权益，并向历来无权伸索我国主权岛屿之相关国家持续宣示我国绝不动摇之主权主立场。对内方面，中华民国政府将根据进行太平岛之一切行政与建设，包含强化驻军、巩固军备、学术研究、观光旅游、民生设施、交通通信、环保、环境保护、资源探勘等所有项目，恒诸历史，正诸事实。太平岛为天然岛屿而非礁岩，常设仲裁法庭的判断显然有违事实，甚至于仲裁判决文本中以中国台湾当局贬义我国作为主权国家之地位，为中华民国政府与全体国民无法接受，上攀南海相关各国
秉持和平共享之理念，放下武力解决企图，多方折衷协商，共同寻求可长可久的共同和平发展之道。苏家全、蔡其昌，亲民党党团李鸿钧、陈怡杰，民进党党团刘世芳、柯建铭、吴秉睿、陈品辉，国民党党团江启臣、林德福，时代力量党团徐永明。我们现在来处理延长开会时间提案，共有三案，先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延长开会时间，请议事人员宣读国民党党团提议议之内容。国民党党团针对本次会议，建请依据立法院议事规则第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提出修正动议之修正动议，延长开会时间修正为下午6:01止，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我们先来处理国民党党团提出的修正动议。那么，请问院会针对国民党怎么样？啊？把等一下，我们先处理你的案子嘛，等一下嘛，哈。针对国民党党团依照立法院议事规则第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提出修正动议之修正动议，延长开会时间修正为至16:01止，是有当啊，敬请公决。那么，请问院会由于18:01。18:01，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处理。那么我们现在就进行表决。我知道了，我们现在要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现在针对点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3人，反对7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我们现在进行针对国民党延长开会时间至18:01这个提案来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我们国民党团的提议，出席102人，赞成32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国民党提议案动议案的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3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处理，延长会议时间，由时代力量党团提议，请宣读提议内容。来，民进党的。好，那民进党党团也做同样的提议，请宣读两个党团的提议内容。时代力量党团及民进党党团分别针对第21次会议，建请延长开会时间至晚上12时止。宣读完毕。那么。各位注意一下啊，时代力量党团、民进党党团提议延长会议时间之动议至5月12点。我们请问院内有异？有没有异？好，没有异，我们就通过啊，就通过。好，谢谢。好，就通过。好，来，他就通过，他转一下。好，谢谢。报告院会，要注意一点啊！报告院会，因为我们已经将我们的时间延到5月12点，所以本次会议不处理临时提案，我们就继续处理我们的案子啊。所以啊，请宣读报告事项第29案。第29案，本院委员顾立雄等34人拟具《监察院组织法》第3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29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84-29案点名表决，出席101人，赞成31人，反对69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针对第29案进行表决。那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陈委员以一名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84-29案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3人，反对70人，赞成者少数，弃权者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由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报告事项第29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84-29案之重复表决，出席102人，赞成33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处理第30案，请宣读。第30案，本院委员郭立雄等34人拟具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84项第30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好，那么本案就进行处理，我们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好，来、哦。针对报告事项第三十案点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3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报告事项第三十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三十案表决结果：出席101人，赞成33人，反对6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有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三十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三十案重复表决，出席104人，赞成34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的意见通过。现在我们处理报告事项第31案，请宣读。第31案，本院委员顾立雄等30人拟具律师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那么报告事项第31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请各位委员啊、哦，表决器不要带案哦，不要带案哦，不要代替啊。哦
好啊，请各位委员自重哦。这个表决器是不能带案，不能带案哦。针对好，报告事项第31案点名表决，出席104人，赞成34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请各位委员自重哦，千万不要带案表决器，啊，千万不要带案表决器啊，好。那么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31案的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31案表决结果，出席98人，赞成31人，反对6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那么现在有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31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31案重复表决，出席99人，赞成31人，反对6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我们处理报告事项第32案，现有国民党党请宣读。第32案，本院委员周春敏等30人拟具律师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32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表决啊。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政委员运鹏声明对前一次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告事项32案，点名表决，出席98人，赞成31人，反对67人，弃权0人，赞成的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32案的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陈委员听非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告事项32案表决，出席97人，赞成31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有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报告事项32案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32案重复表决，出席97人，赞成31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我们来处理报告事项33案，请宣读。第33案，本院委员严宽恒等30人拟具《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修宪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33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
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三十案点名表决，出席96人，赞成30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我们现在针对第33案报告事项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陈委员，学生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告事项第33案表决结果，出席97人，赞成31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有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33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33案重复表决，出席97人，赞成31人，反对66人，
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来处理报告事项第三十四案，请宣读。第三十四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十九人凝聚劳动基准法第三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三十四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三十四案，点名表决，出席九十六人，赞成三十一人，反对六十五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第三十四案的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第三十四案之表决，出席九十六人，赞成三十一人，反对六十五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那么现在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第三十四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陈委员云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你知道嘿。先宣布表决结果。报告事项第34案重复表决，出席97人，赞成95人，反对1人，弃权1人。那么赞成者多数，就照国民党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内政两委员会审查。现在我们进行报告事项第35案。报告事项第35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你给我的是。好，我们请宣读报告事项第35案。第35案，本院委员陈其迈等19人拟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0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35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98人，赞成33人，反对6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我们就进行报告事项第35案的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35案，表决结果：出席98人，赞成32人，反对66人，弃权0人。
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那么现在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针对报告事项第35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35案，重复表决，出席98人，赞成32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的意见通过。现在我们来进行处理。报告事项第36案，请宣读。第36案，本院委员陈其迈等18人拟具《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36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好，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赞成。报告事项第36案，点名表决，出席98人，赞成33人，反对6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36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请开始。
针对报告事项36案之表决，出席96人，赞成30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有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36案之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36案重复表决，出席97人，赞成31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我们来处理报告事项第37案，请宣读。第37案，本院委员陈其迈等18人拟具《犯罪被害人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送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37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37案点名表决，出席95人，赞成30人，反对6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报告事项第37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郑委员天才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报剩下第37案之表决，出席98人，赞成31人，反对66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有国民党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37案之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37案重复表决，出席98人，赞成32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来处理报告事项第38案。第38案，本院委员陈其迈等18人拟具《船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38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好，有意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蒋委员乃新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陈委员超明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报告事项第38案点名表决，出席99人，赞成33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报告事项第38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报事项第三十八案之表决出席九十九人，赞成三十三人，反对六十六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的意见通过。现在国民党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三十八案之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事项第三十八案重复表决，出席九十六人，赞成三十二人，反对六十四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第三十八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报委员会，现在已经六点五分，我们休息一个小时用餐，用餐之后继续开会，谢谢。好，等一下，我等一下帮。